锵锵三人行，最近我刚在浸会大学发表了一个成功的演说，这哆嗦，哎，我这个演说啊，就是反映了我几年的一个研究成果。我这个研究成果呢，就叫什么呢？试论啊，试论，或者说从我以我为例，以我为例啊，试论中国主持人的太监人格是吧？哎，可能有的主持人听了不高兴，那就他不是太监，我是太监，我会，哎，我这几年的这个研究成果啊，女孩子注意啊，假的哦，哎，听演讲，听演说的都是女孩子，我发现现在学传媒的全班就一个男的，你知道吗？还是个杨叔不在那里，还是个帅哥，那是以前，还是帅哥。我还就问呢，我说你累不累啊？好家伙，全班都是。哎，不说这个。那问题是，当然男的不会来的嘛。男的第一个，窦文涛来演讲，他们吃醋，又长得吃醋啊，又长得帅，又会讲。然后再看看你的演讲题目，太监，对吗？出尽伤情啊，就到当然不来嘛。哎，就是我这个因为从主持人呢，我就想起晚会了，因为主持人经常就，哎，太监人格之一你知道吗？就是一种什么呢？我就老讲啊，唾面自甘。什么叫唾面自甘呢？就是说，就是可以自己侮辱自己的。你比如像我们主持人跟你们嘉宾不一样，主持人他是一个如此依附性强的一个行业，他好像太监，你知道吗？所以我老觉着我的这个本尊是李莲英。他，哎，你比方说啊，这个晚会上你发现没有，中国呀，甚至我认为包括我们本公司在内啊，这个不是所有的领导都懂主持人的，中国人严重不懂主持人这回事儿。比方说这个很多人把主持人的数量当成活动规模的一个标志，所以你会见到晚会上八个主持人代表我们这个文化节啊，我们这个晚会是如此的壮大。可是实际因为稿费要给的多嘛，哎，你看看美国奥斯卡再大的秀啊，主持人他一个人是吧，所以你就看出不一样。而且为什么你八个主持人的时候啊，他就会产生一个问题，谁说话呢？你要大家都随便乱说的打架，所以不得不就变成背。于是呢，你知道，当你一个四五十岁的一个大老爷们儿，你知道吗？你也不是弱智，当你在跟着一唱一和的是吧，在春风送暖，百花争艳，到第三个，在这个美好的季节，第四个，我们相聚在这里。当你每天干这个的时候啊，你觉得哎，但是呢？问题就在于这个事情很有意思，台上演的不觉得是在侮辱他自己，台下听的呢也没觉得是侮辱他，大家哈，就台上台下一台戏啊，都在鼓掌说，哎，我有时候真的就是说，你站在一个旁观者这样的蠢话，私下里谁都跟人精似的，你知道吗？但是为什么在这个场合上台下台上的人都是演员？你混淆了两个概念。你讲的那个背好的那个说话，这叫司仪。司仪跟主持人有点不一样，我觉得。主持人呢，总之跟司仪有点不一样。你看，所以你说这个司仪呢，我又想起一个概念。司仪司的是一个仪式。对。所以它本质上呢，你看很多主持人的行为，很多主持人的行为你可以理解了，他是在主持一个仪式。对对，就好像你再进一步讲，这要在古代那叫祭司，对吗？还有一种叫祭司也是一种司仪，就是他司这个祭祀的仪式。所以你看他的很多腔调，大家就有些时候说为什么我们在有些活动的时候不像锵锵三人行这么说话，对吧？因为其实你注意到没有，即便是外国人当进行一项仪式的时候，恐怕他也是要，你知道吗？这种语调吧。对，没有，我窦老师可以发问吗？你香港人不懂这个，我认为没有，因为假如你当时是演讲讲这个，我就会好奇啊，很多问号。像你说，哎，为什么有些晚会、有些大型的活动站了一排的七个八个主持哈？那我觉得不一定是领导不懂得什么什么这个行当，而我想可能是因为背后的领导太多了。每个人有他的人脉，
可能每一个主持啊会去找他的对头的小领导、大领导、中领导，哎，就涛哥啊，给我一个机会吧，亮亮相吧，什么什么，结果摆不平啊，结果大领导、中领导、小领导、什么领导，每人啊，那些领导不是说官员，可能是官员，可能是电视台，可能是什么哈，这结果好吧，那就这样排开吧。我猜会不会有这个可能性吗？请窦老师来指点一下。窦老师不指点你，我找一个曾经做过这个春晚导演的一位王导演，他来这个指导你。这位王导演叫你看。这不是我说的啊，这是都是在这个咱们内地刊物上这个登的对他的这个采访，是他现在已经不做了啊，前春晚的这个导演叫王显平嘛，是吧，王显平新快报上采访他，他就讲啊，很多很多年以前，而是不是2000年的时候，他说哦，他要办春晚，一下子收到43张条子，43张，于是这个怎么办，他来了一个，这找这43个歌手，43张条子的歌手啊，开了一个会，然后就跟他们说，我相信这个导演也挺牛的，说我相信你们都知道你们是什么原因来的啊，那么我希望你们呢不要用条子说话，你们用作品说话，这希望你们将来啊不要靠条子，希望你们靠自己的这个作品，找人写好歌来进入这个阵营。等等，但饶是如此，说其中有个女歌手啊，当然今天咱们相信啊，央视应该没有这个现象啊，以前我说的是啊，就是说其中有个女歌手仍然能够通天到什么程度啊，给他母亲跟他打电话说，你的领导是谁你知道吗，你的领导的领导是谁你知道吗，我的这个女儿要在12点唱，甭说什么群唱了，就是大家伙一起会唱，只有两个选择，就是独唱或者二重唱，就要在12点。这个王导演有骨气啊，说这俩辞职啊，我也不能接受。结果所有的领导都劝他，都劝他，但是呢，也没有人站在他的立场，你知道吗？最后他就说，这个女歌手演唱水平不敢恭维，但是我做的那一届，她真的最后就是在12点的那个时候二重唱。就是两个人唱让他上，所以我就回答你刚才这问题，谢谢解答所以后来这个导演也离开了嘛所以不在了，所以第二个问号是说我以后就专门留心听12点的吧所以第二个问题刚才你说到哈，觉得台上的人也不觉得丢脸啊，好啊，还非常高兴，是是是，我觉得这个低估了他们了，我告诉你啊，一定会的，太监也有自尊的，太监也有尊严 啊也有尊严，你这是我们行的座右铭，我是你们那个导师啊，本尊那可能是他想一下，好吧，我这个尊严放低一点，我知道过完这一天的晚会我有后来获得什么样的好处，包括我的出场费可能增加，我的知名度增加，这个那个，那这个小事情小小的委屈啊，那有什么关系，所以你知道吗，我为什么说他们不懂主持人呢，这个凤凰卫视的领导啊，他都不懂我呀他知道我为了坚持这个清真呢，不是，就我为了坚持，就是说哎，你的这个稿子别的主持人就是这么背了，我都是我自己啊，我自己重新写过呀，我的工作量能跟他们一起来论吗，锵锵三人行，广告之后见。主持人还是个小事儿，我真正要说的是，最近人民日报发表了一篇文章，咱就学习啊。人民日报批晚会浪费，你知道现在各地的这个晚会基本上最低1000万起，基本上5000万啊，动辄上亿元，有人说70%的钱，你想这多少钱，上亿元的一个晚会，地方上搞的晚会，大概70%的钱花在了舞美上，你看最近，你看先是濮存昕又说我们不能这样，每个事儿都要办一个晚会，就中国这个晚会啊，然后文化部又发通知，就看来这种现象很猖獗，文化部说不许动用公款请明星，这个待会这咱们说这个都是自觉自断财路是吧，然后呢你看他们开政协也有一个成都军区战旗文工团副团长，这副团长这名挺有意思，叫锅把加毛吉，锅把加毛吉呢锅把加毛吉算了一笔账，就是说
就他觉得这个背后舞美的背后有猫腻，搭个钢架上百万 ，LED 大屏上百万，烟花焰火还有那个多媒体视频至少几百万。有的地方你知道那个，哎，我十几年前刚来香港的时候，我觉得香港比我们花红柳绿，现在香港跟我们比起来算简朴。现在我们办那个晚会，你知道他这个 LED 花这么多钱，甚至连这个演员上台的这个楼梯都铺着 LED， 你想他是这么弄。但是他是不是靠票房收入就可以赚回来的？大部分是自负盈亏的还是国家拨款的？各种情况都有啊。你现在文化部管的就是说你不国家拨款的这个就是用政府钱的这个绝不能够这么搞。我想这个界限要划清楚。要是他们有些演唱会啊，他们是商业操作，他肯定会计算了他收入有多少，对不对啊？他会错多少。但是另外一些是公家的事情，就是是那些是政府的名义，我想现实的是那种，比如说我们不是有一次讲315晚会嘛，我其实非常支持他这种就是打假啦，维权啦，这个商业法律啦等等，但是我就不懂他为什么要通过一个文艺晚会的形式。他可以完全变成一个电视节目，比方固定的就是像每周一个，大家到这个时候大家都紧张的来看这个，对不对？他点到的人，这些企业就会有摊上大事儿了，对不对？这个完全可以通过电视就做到，这何必靠人来唱歌跳舞，还靠一批有名的演员在下面发假微博？这完全是不必要的。透过电视，这个攻击力、杀伤力太大了嘛。假如真的弄成 60 minutes 啊，60分钟啊，得了？那大家真的会用美国的60分钟的角度哈？的期待来期待他，那杀伤力太大，他也不敢做，他敢做我猜也做不下去。那只有用大家本来说晚会嘛，想着说哎呀晚会应该就唱歌跳舞轻轻松松，里面有些打假的活动也把他的杀伤力来包装起来，把他你觉得是降低他的杀伤力？其实杀伤力已经很大了，被点到的牌子都是很大的问题的。那些其实就是他提出来的是个文化问题。这就是濮存昕说的，说为什么一个事儿总要搞一个晚会？这个也是我除了主持人之外研究的另一个课题。你说中国人这个晚会很有意思，你看这种综合节目，你比如说我到美国，我到英国，我看到的是他们是专业化，你魔术师就是魔术啊，魔术专场，交响音乐就是交响音乐会，他很少说像咱们说的叫综艺，把好多个不同的节目啊放在这么一块儿，弄成这么一个东西，而且通常还有主题，为了某种节庆或者为了某种这个宣传的目的等等，还有一个主题，这个事儿啊真是个中国的文化特色。不难理解吧，从过去100年来所有的运动哈、都是用晚会的形式来做很多的，早期是安全嘛。我不能说我要举行什么演讲会什么政治会，用晚会演个话剧那边又鼓动你革命这个那个哈，它有它的传统。那另外呢，我觉得让我想到晚会文化跟中国不是流行广场吗？动不动就说每个村每个城市大家晚上去那边唱歌跳舞，其实因为每个城市很多劳工，很多草根，很多我们本来坦白讲我们中产或者说中上产的人哈，觉得可以自己在家里享受的事情，包括找朋友回来开一瓶红酒喝一喝聊天，在家里看电视，我们自己家就有个 LED 100寸的哈，这样子哈。那所以我们不能想象，对好多地方的人来说没有的，大家高高兴兴出来这个集合起来交换讯息，互相照顾小孩，互相看别人的老婆等等等等，那我觉得它是共同的娱乐哈。所以就是像你刚才讲的，其实我觉得我们还不是一个专业化的社会，你从晚会这种形式你就看得出来，我们还是一种综合性的，就是皆大欢喜的。比方说这个一个晚会通常它融合了什么呢？一个就是你刚才说的仪式，这个晚会领导在第一排，他首先要仪式，要举行一个仪式，他有仪式的功能，宣布什么什么开始了，领导讲话，然后完了唱歌跳舞，对吧？但是他又有一个，我觉得他一个远端的根源呢是农村农民的赶集，他融合了一种赶集赶庙会，就说咱热热闹闹的
咱得弄弄放烟火啊，还有了一种这个耀武扬威，自我宣传，这个打广告。所以你知道，很多时候就是说要把钱花出去。他们这些晚会为什么舞美里边收这么多钱，几百万暗藏猫腻呢？就是说因为发现呢，中国的领导你的创意啊他看不出来，对吧？那钱花哪儿去了？可是呢，这些个实打实的 LED 声光化电多媒体声光化电，你看咱要这实际上弄得现在我们就一大俗了嘛，什么晚会都是这个啊，这是声光化电，可是这个才能让人看出他有钱呢。你们这个越讲越深了，其实是一种合法的广场文化，公众空间，知道这个一般现在的广场文化现在大家有点担心，但是在晚会的旗号下又达到了这个狂欢的目的，对，狂欢节，对不对？又不闹事儿，平安。所以这个合法的广场文化来源呢，就是农村的这个庙台，就是这个戏台，哎，就大家赶集，哎，锵锵三人行，很重要，很重要。广告之后见。但是呢，我也主持过，为生活所迫，我也主持过少数的一些晚会。我感觉到有一个什么呢？中国的问题都一样，你知道吗？就是。它就像酒店哦，大楼什么都跟外国的一样，可是呢可能这个电话就不响，或是叫餐送不来，是吧？热水不够热，空调不够凉，电梯不开，电梯不开，叫人不来，你知道吗？它这一些这种问题，但是规模全在晚会，你知道这有时候一个最基本的问题，声光化电都有了，一个烟火几百万，对吧？但是主持人的话筒呢他没调好，他调不响。所以你看，我上次你记得跟你说到这个《我是歌手》，我还说，我说很多歌星啊，他的音响冲着音响去的。我就说这个，你介绍了以后，我还真去听了。那个黄绮珊、啊，黄绮珊，还有辛晓琪啊，唱的真好。是是，所以你说这个事儿，还有一个林志炫，是吧？就是三，他被凹着了，凹他了啊？对，好像是吧。没有吧？杨宗纬呗，哦，继续继续继续，对，咱们要不接着讲讲我是歌手，对不起，我是歌手，对不起，哎，不，我就是说啊，这个像崔健他们，就艺术家严格到什么程度？为什么发起这个拒绝假唱？因为所谓你拒绝假唱，必须至少保证麦克风要响，对吧？所以他们就说音响如果不好，我们连去我们都不去。哎，这是艺术家的品格，坚持这个。但是我就为什么说主持人是太监人格啊？你听说过世界上有哪是听说过中国有哪个主持人说音响不好，我不去，我不上，没有。所以我跟你说，他这个为什么说中国不能外行领导内行，就是一定要尊重内行。我下面说的一些话，你不是内行，你完全不知道。我也很想跟这个北京广播学院或者说中国传媒大学有个录音系，我跟他们讲一讲，就是说。比如说我跟你讲点内行，憋了一肚子的那个主持人心得，哎，不是，这是全国人民都关心的一个问题。你知道主持人为什么喊吗？他有很多原因，比如说第一个可能是文化的原因，这个不论，但是你也要考虑到他有一个技术的原因。主持人喊有的时候啊，你比如说啊，这个试声音的时候声音都很好，声音都很好，可是怎么真一说话的时候啊，主持人就喊，为什么喊呢？因为他听不见自己的声音，就有个反送。那为什么是话筒的时候是正常的呢？因为剧场里还没坐人，当剧场里坐满了人以后，这个声音都被观众都吸音，吸走了之后呢，你主持人听自己的声音呢，他老觉得听不见，听不见你的本能就要喊，实际上观众全听见了。而且再者说，为什么今天有了流行歌曲的唱法，是因为他可以给你推大呀，你可以像轻轻的唱，对对，他可以给你推大。实际上，当人的声音允许不喊的时候啊，你看我做电台主持人，戴着一个耳机，对吗？对，声音有更丰富的表现力。但是，一喊表现力没有那么丰富了。但是你为什么喊呢？你看这个歌星唱歌，为什么他戴着这个耳机啊？他要有监听啊，他听得到自己啊，他听得到，他才能调整他声音里细微的这个差别。可是你看。我在中国，哎，这样我就说了，我在中国大陆是吧，十次这种地方基本上有六次这种声音主持人不得不喊，就是因为他听不见自己声音，反送不知道怎么回事，你知道吗？但是这种情况我在香港主持活动十次里都不一定发生一次，
十次里可能十次都没有这种问题，这你说差在哪儿了？在象征意义上就是一种号令，就可能听到民间的回声，这个很重要，对不对？对对对，就是说我们什么事情都有一个专业反馈。对，这听到你告诉你差别在哪。香港也办晚会啊，也是很重要。我成长的年代都是看到，我经常觉得我这非常反殖民的嘛，看到怎么一堆洋人在那边管什么灯光什么，我说小事也要他们管啊，结果管了几十年之后他们走了，可是那个风气那个传统出来了。可是奥巴马那个仪式啊，比昂斯。接着下来为您播出西安楼冠文明启示录。美国体育馆停电。